1948年底，与梁思成《新娘一梦》一同颠沛流离了大半个中国的林徽因，已经到了肺结核的晚期。这时的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梁思成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妻子，精心服侍病中的林徽因。一天夜晚，解放军悄悄地找上门来，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请梁教授在地图上标出北京要保护的古建筑的位置。当时就是傅作义的军队正在跟这个咱们国家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对峙，那么双方呢正在准备和谈，可是是不是和谈能够成功呢，这个谁也说不好。如果万一要是打起来的话，那么梁思成他们就特别担心，就是北京市那么多的古建筑，那可能这样毁于一旦。早几天，梁思成已看到清华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在做工程准备，他忧心忡忡。在梁思成的眼里，这个贫弱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历经沧桑却维系自己的文明数千年不断。古城北京的建筑引燃了这个民族伟大的性格。正当梁思成夫妇为此茶饭不思面不能寐时，这几位军官模样的人将一份军用地图摊在了梁思成面前。他们请梁思成把这个北京城的重要的古建筑把它标出来，以免炮击。梁思成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感动不已。他说我童年读孟子啊，单识胡将以吟王师啊，在那一刻就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是吧？他说我那会儿就对这个解放军，是吧，对共产党一见倾心的。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开风气之变的大家梁启超，梁思成是他的长子。1924年，梁思成就是在父亲的鼓励下用庚款出国留学。在庚款的留学生身上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梦也在渴望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后来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了中国各个学科领域里的一代祖师，梁思成也不例外。晚年的时候他写文章是吧，他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个战士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被人欺负啊。他后来就说，后来他的腿被摔坏了，车祸啊，他说我这个当一个战士的愿望就破灭了，他说我就那个学一门手艺为这个国家好。为了这个国家好，他出洋留学，但他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建筑文化被西方漠视，他向西方学习，却看到了外国人高傲的自尊心受到凌辱。抗战中，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万里流亡，在无以想象的艰难和贫困中，梁思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脊椎的软组织硬化病也恶化，他的身体需要用铁架撑起来。流亡到四川李庄的时候，林徽因原来的肺结核病也加重了。1949年的新年来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改名为北京。当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梁思成带着无限的悲伤撤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又使他深感绝望。梁思成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在那背景下理解解放的内涵的。坦荡的梁思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他们那一代人一生下来就面对中国可能要被瓜分这样一种情况，梁思成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感谢共产党，因为解决了瓜分的问题。我就觉得这对那代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宣扬人民真话。后来梁思成作为特任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
听话情愿，叫齐了建筑系的所有学生，详细向学生们讲述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一切和感受到的一切。他说，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他哭了。49年的春天，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了，党中央搬到北京来了，这就是意味着新中国将定都北京。梁思成钟爱北京，他称它为中国的博物馆。梁思成知道新中国的首都是要建设的，这需要大量的建筑师。他主动邀请了陈占祥，邀请了童俊，他希望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召集到北京。一个勤劳的民族，用了超越人类的体能，历经风雨甘心，积聚起这个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和文化思想的精华，以3000年的耐力铸就。虽然昨天的帝王走了，但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性留下来。梁思成说，它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是最耐久的一类，而且是全世界保存的最完好的、有传统、有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1949年3月，梁思成就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录，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他写道，这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古城，全部以整个设计对称云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双。在五月份的时候开了这个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这么一个成立大会，中间呢，这个叶剑英市长啊也到会，说我们不在北京市里面老城区里面挤，是吧？这个，所以说会后呢，就说就委托梁思成带着清华大学的师生呢，做这个新北京的这么一个规划。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梁先生他自己的想法和政府的想法是完全合拍的。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但马上需要梁思成投入全部精力的是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遴选和设计，这项工作在全国征集。梁思成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家的客厅成了国旗国徽设计绘图的办公室，梁思成、林徽因和他的清华同事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但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抱病参加这一切的，夫妇俩几乎轮流病倒。在这张照片上，躺在病床上的梁思成也患上了肺结核，而站着与他讨论的林徽因1945年就因严重的肺结核被外国医生宣判为还有5年的生命。颠沛流离的岁月严重损害了梁思成夫妇的健康，尽管这时他们的心情是舒畅的。那真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投到里去。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家这个沙发上坐着什么，饭桌上桌椅板凳上全是这国徽的方案，这好像是个工作间，来来往往都是建筑系的教师跟学生来参加这个国徽的设计。那段时间梁家客厅里的灯光彻夜通明，这座普通的房子仿佛是有灵性的。中南海槐荫堂改建，新中国的国徽国旗方案的初选和修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这许多的新中国标志设计就是在这个客厅里诞生、修改和完善的。有意思的是，不知为什么在北京刚解放的2年里，北京市的市长接连换了3个人。和平解放时是叶剑英当了市长，后来是聂荣臻，1950年彭真被任命为北京的市长。
但一天，彭真告诉了梁思成一件事，让他心中开始有了不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说，以后从这里望过去，要到处都是烟囱。后来梁思成在文革中写交代时说，我心中很不同意，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行政中心。梁思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这个城市遍布着烟囱。但是这个国家到这时已整整被列强欺负了100年，他太渴望工业化的强盛。对于独立了的新中国，梁思成的北京也仅仅是一座古旧的皇城。当时把这个消费型城市变为工业化的生产型城市已经是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几年内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北京除了象牙玉器雕刻、景泰蓝和王麻子剪刀以外，没有一点像样的工业。现实与梁思成理想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而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组织了一个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其中就有他邀请来的陈占祥。陈占祥与梁思成心仪已久，曾经参加过英国大伦敦计划制定。1949年的10月份，我们全家就举家北上，就是一点都没犹豫就到北京了。但这时的梁思成并不知道，几乎就在陈占祥到达北京的同时，由政府邀请了一个17人的苏联市政专家组也来到了北京。苏联专家提出了和梁思成设想反差很大的方案。一直来，在1949年底举行的城市规划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个专家组说，北京啊，应该同时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因为你现在北京工业太少，这个北京的工人阶级人口只占4%。可是莫斯科占25%，另外呢，就是说行政中心应该设在旧城，天安门为中心。苏联专家说，在旧城里建了比较便宜，在城外啊比较贵。这个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是勤俭建国，这很容易挤进去。可是梁思成先生呢，当时对这个点就特别注意，觉得不能同意，所以他是。很明确的就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他放在那儿不好，放在中心不好。老北京城里面都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是吧？你要把这么大一块，是吧？差不多有6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行政中心区搬到老城区里面来，大量人口得外迁。苏联专家说，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价值性的情况下，才放弃建设和整顿旧城。这样的话。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完全料想不到的。当时的思想上呢，很多人的思想也觉得好像天安门很重要啊，是最重要的中心啊。咱们后来不是开国大典都在这儿嘛，是吧？而且解放以前那个很多游行什么也经常在这儿，是吧？在当时的背景下，梁思成和陈占祥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争执，梁陈的孤立是很自然的。但问题还不仅仅是方案之争、观念之争，梁思成似乎同样没有看到这一点。在自由会之前，毛主席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主要的行政中心还是要在老城区里面。苏联专家来了之后呢，做了一个图，做这个图之后呢，那个当时聂荣臻啊，叶剑英走的都是聂荣臻当市长啊，聂荣臻拿这个。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哎好，就照此方针来做啊，所以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冲突。会议结束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觉得
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能让领导人一目了然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梁先生就自己写这个方案，然后陈占祥做图和梁先生写文字，那么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呢，把这个东西做出来。1950年2月，由梁思成著文、陈占祥制图的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了100多份，报送中央有关领导。梁思成从政治、文化、财政、未来发展、交通和效率等多方面论证了一个道理，就是要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外，旧城则作为博物馆和纪念性的文物区保存。他当时主要的思想就是整体保护旧城。他的意见就是要古今兼顾，新旧两立，而不要搞成了两败俱伤。在梁陈的设计中，新北京的三个区域彼此间用绿化带间隔，而且老城的古城墙天然地成为这三个划分的标界。梁陈认为，如果按苏联专家将行政中心定在长安街一带，势必需要提高拆迁成本，并造成北京建筑的拥挤和道路的拥堵。梁思成提出来就是说，要解决一个城市的交通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叫避免交通的发生。如果你的就业和居住是通过步行就可以上班，而不必这样整天进出城。方案报送给中央之后没有得到答复。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恳请在百忙之中看一下他们的方案。10月，梁思成又致信北京市领导，呼吁早日确定中央政府行政区方位，防止乱建。但这一年，抗美援朝开始了。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就打起来了，而且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西藏还没解放嘛，那时候，所以当时国内的事情呢是千头万绪的。1951年，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办公楼在东长安街一带破土动工。后来就传来这个消息，说行政区还是放在旧城，沿着这个东西长安街这个干道啊，赶快发展，有空地方先盖起来，没空地方嘛，慢慢再拆着盖吧。但梁思成还是在为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努力。他去找市长彭真，他常常和彭市长争得面红耳赤。他说：“50年后你会后悔的。”真理在我这边。有意思的是，彭真说，你越是和我吵，我越是喜欢你。他们后来的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们也没有正式的答复他，说你这个为什么不能接受，你也没有展开辩论，好像就是没有采纳。后来的我父亲我母亲当时后来病，特别是我母亲病重了，我父亲也病倒了。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梁思成和陈占祥从此不再参与总体规划的编制，这意味着梁陈方案被否定。梁陈方案被否定，就意味着北京的整座旧城不再可能作为文物被整体保护。他就预见到，只要你这个梁陈方案一否了，可能就一个一个东西要遭殃了。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产量已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从1952年开始，北京的城墙已经作为所谓的封建社会象征陆续被拆除，方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1953年，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城墙一点一点被拆除了，梁思成哭了。多少年来，与梁思成患难与共的林徽因同样忧愤不已。林徽因也曾拖着病弱的身体去找市领导辩论，他说，你们拆的是有800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1954年的秋天，林徽因每天都咳嗽不止，整夜不能入眠。梁思成心急如焚，尽一切可能给予妻子最好的照顾。但第二年的1月，梁思成肺结核病也复发了，他们都住进了医院，结果是林徽因再也没能出来。当时对我父亲已经开始准备批判了，我母亲还在，但是这个已经有我们，可能他们已经有这个风雨欲来，这个凤满楼的这个感觉了。一个老教授晚年回忆，在一次批判会之后，我陪梁先生到北京同仁医院去看望林徽因夫人，那时林夫人重病在身，已是气息奄奄。见到梁先生，二人相对无言，默默相望。我看了，凄然泪下。1954年4月1日，林徽因与世长辞。她比外国医生的预言多活了5年。他梦影泪眼，梁思成17岁，他一见钟情，而林徽因指引他走上建筑之路。他们一起在美国学习建筑，一起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一起田野调查，一起共度国难，一起为新中国欢欣鼓舞。现在林离他而去了，梁思成在病床上设计了林徽因的墓。